好棒！哎，你帮你自己擦好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弄好了，你不要帮我弄了，好像很乖似的，你不知道多调皮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奶泡，谢谢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草俊。今天星期一哦，老师呢给我发信息问泡泡为什么不去上学。他说暂时不要给泡泡上那个幼儿园了，他说太小了，让泡泡先去那个早教班先。然后呢我想了一下，交5000多块钱上3个月，幼儿园小小班的话要交10000多块钱上5个月，所以呢我还是选择去那个早教班，不去上那个幼儿园，迟一点到满了3岁才去，好不好？泡泡呢今天在家里面呢捣乱了一天，真的好烦哦。别人帮我带他的话特别乖，我自己带的话一点都不乖，你看一下。哎，行啦，来这个这个。现在啊他冲完凉啊自己挑选衣服来穿。刚刚我给他冲凉哦，他出来说他去那个衣柜那里找衣服，他说这个。还有挑选一条那个厚一点的那个自己那个防尿裤来穿呢。刚刚看我贴那个杂片呢，他说妈妈看好看，泡泡好不好看啊？泡泡看看。我们等妈妈冲完凉陪你睡觉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嗯。啊、哦，你想不想去上学啊？想不想啊？想。想啊，想啊，妈妈没钱呐、啊，等妈妈。看下个星期提到钱了没有哈，有钱就给你交学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不然你那个学那个书包那么漂亮都不去上学多浪费啊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想想你就乖一点好不好？乖一点给妈妈白天赚钱，然后呢晚上陪你玩，然后呢到下个星期有钱就给你交学费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先？你帮妈妈扎个头发，来，帮妈妈扎个头发，来。啊，扎了，扎了。啊。泡泡现在可臭美了，白天呢看见我在那里，就是擦爽肤水啊那些哦。他说妈妈口红，他要擦口红啊，真的。哎呀，这爱美都是天生的，奶胖你啊。刚刚还在那里蹦蹦跳跳，嗯，自己绑啊。好臭美，刚刚冲完凉，你看刚刚在那里跳满头大汗了。好了，妈妈去冲凉了，帮你等一下陪你睡好不好？不想。不要，你捣乱就第一名，不要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上来。好了，我们拜拜了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泡泡拜拜了，拜拜拜拜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拜拜嘞。是不是不乖呢？不乖不陪你睡了哦，拜拜。你就是个捣乱的鬼。妈妈的姐姐好看吗？看。妈妈买个回来给你戴好不好？嗯。啊，哈哈，我看一下有没有6块钱的那个甲片，买个回来给你戴哈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臭美的姑娘，要不要？要吗？买个口红给你，要不要？口红。口红啊，口红要吗？要不要？不要呀。嗯，好了，拜拜。
冲凉陪泡泡睡觉了。飞吻一个，嗯啊，来给妈妈亲一个，给妈妈亲一个。不要。哎，好了，拜拜，下期再见了。等一下陪泡泡睡觉咯，明天起来努力赚钱给我家奶泡上学。我家奶泡说想去上学，想啊，想就妈妈赚钱给你咯，努力赚钱。拜拜先，拜拜先。哇，好棒，你今天挑选这个裙子好漂亮，漂不漂亮？亮啊，亮亮。拜拜了，飞吻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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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。那好吗？不要算。